至于扮成丫鬟吗？你就这么讨厌我是吧？我没有。君子爷，你能不能别笑？不笑不笑不笑。哎，西子爷，你捋着。没事了没事了。我来是找你有事的。我之前不是说自己快死了吗？但现在已经没事了。你饿什么饿啊？你知不知道什么叫浪子回头、悬崖勒马、千钧一发、死里逃生？我不懂。你知道你为什么死里逃生吗？因为我们两个情比金坚。你要是讨厌我就直说，我以后不会缠着你了。我不是不喜欢你，而是我不能和你在一起。为什么？要是我们在一起的话，你就会死。这你从哪找到的？我都找他好久了。我去找过恩公子，他告诉我，你的前两世都是被我害死的。如果此时还在一起，你还是会死的，对吗？恩公子，难道是姑姑？他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。哎呀，这些都是假的，不作数，不作数，不作数。反正你这辈子都得跟我在一起，听明白了没？为什么呀？为什么我为了你连命都不要了，但你连个肯定答复都不肯给我，每次都是我主动。我喜欢你。什么？夏雨冰。